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318面，318面，倒数第七行，最后一句看起，从密藏纪元。从这看起，至于后位，则如密藏纪元，菩萨初地乃至等觉，究竟清千佛果时，诸佛以大悲水灌顶，即自性圆满。得证佛果是顶义，这解释灌顶两个字解释得非常之好，初地到等觉都能够实现八相成道，前面我们看到过四种成佛，十住，这个十性啊，修满了，可以实现成佛，解满、行满、证满，此地是讲的行证。初地到十地，这是行满。等觉跟妙觉是正满。这是最高的位置。所以，诸佛都以大悲水灌顶。大悲水是比喻，比喻诸佛如来称性圆满的慈悲心，就是加持。这个观的意思就是加持，诸佛如来都加持这一尊刚刚成佛的，他立刻呢就得到究竟圆满。慈悲心就现前了，这叫观顶，自心圆满得证佛果，诸佛如来自心化他，自心圆满之后才能化他，自己没有证得圆满，没有能力教化众生。那么那个教化众生，像性满、解满成佛，都要靠诸佛加持。净宗，特别是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这个才能够让听的人心结心正。顶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意思。密藏记第七卷这个解释非常重要。解释得很清楚，观是什么意思呢？大悲护念意，没有形式的。这正是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
这是实质。啊，诸佛如来以大慈悲心护念你，这就叫观。顶是什么意思呢？佛果最顶义。如来所证得的佛国里头究竟无上的义理，这是什么呢？在一切经里面，究竟圆满的经是华严法华本经无量寿经。华严法华到最后要倒归极乐，那么极乐是世尊一代十教的顶尖，这就是顶法了。无量寿经是顶法了，啊，诸佛如来加持我们，这是观的意思。那么我们真的发心念佛，往生净土，这就是佛果最顶义。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每一天将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弥陀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给你灌顶一次，你自己不知道啊。真的给你灌顶一次，你没得到受用啊。如果这部经一天念十遍，就灌顶十次啊，弥陀跟一切诸佛如来给你灌顶十次，诸佛护念，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十方诸佛没有不护念念佛人的，念佛功德无与伦比，没法子比。为什么不念？不知道功德，不知道好处，不知道利益，不认识他，疏忽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的佛号二六十种不间断，勇猛精进。为什么呢？我要求得无上菩提。啊，令至佛顶位，这个经真的帮助你到佛的顶位，往生不退，熟等正觉啊，没有比这个更快的。戒明观定也，这都叫观定，这是观定的真实意义，我们要懂得啊。上司拿着一瓶水啊，在你头上灌一点，你开悟了没有啊？没开悟啊，还是迷惑颠倒啊。啊，所以那个灌顶啊，是戒缘灌顶啊。啊，表示意思一下了，你自己真的没有开悟啊，你没有得到佛的慈悲加持啊。为什么呢？你没有那个真诚心，你对这个世界还贪念，还舍不得放下啊。诸佛怎么加持都没用处啊，你也有能力抗拒不接受啊。
啊，如果你以真诚心、真心、真愿、真念阿弥陀佛，佛的加持你就真得到了。啊，怎么知道得到呢？心清净了，不像以前那么杂乱了，没有那么多妄想了，纯一了，这好现象。啊，觉悟了，无论见色闻声，比从前聪明。从前见色闻声迷惑，现在见色明声明白了。啊，这都是好印象啊！以前烦恼多，杂念多，现在智慧多。啊，心地清净的时候多，这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你真正得到利益了。啊，真得到利益的人，心态都变了。啊，心呢，把这个世缘放下了，不再重视了，绝对不把世间东西放在心上。啊，态度呢？宁静了，专注了，就是专一了。啊，一心一意，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念佛求生净土，不一样了。啊，要多久成功呢？个人善根不相同，有的人很快，几个月就成功；有的人根性很钝，都好几年才成功。啊，但是决定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不会到第二生。这个功德不得了啊，就玩真的，不是玩假的。啊，所以这个观点的意思我们要懂得。啊，那么你就完全明白肯定了，净土跟密宗是一不是二。需不需要再去学密宗？没有必要了。啊，密宗修行的方法比这个难，这个太容易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看多简单。啊，密宗念的咒语比这个长啊，难念的，一句阿弥陀佛好念。啊，效果绝对不在密咒之下。啊，说实在话呢，在一切法门之上。啊，它是无量法门里的总纲领，无量法门的尖端。这一句佛号什么都包括在其中。精进啊，现在这一部经经文里头说深观顶解，对于慧大师而言乃至后悔也。若只教导众生的，则受观顶者是粗矣。与会的这些大菩萨当然不是初学的啊，初学你看受持三规，这是初慧，戒缘灌顶
也是粗有，这戒缘观顶。啊，戒缘观顶是最重要的，是要把弥藏记第七卷这一段经文讲清楚讲明白，什么叫观，什么叫定。啊，初学的时候就给他讲清楚，观就是佛菩萨加持，啊，定是无上至高的修行方法，这顶尖的方法里面的顶尖。这个顶尖是什么呢？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是不但是释迦如来49年所说一切法的顶尖。他实实在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众生的顶尖。啊，可是我们一般人为什么不行呢？把这一句阿弥陀佛看清了，没有在意，认为这一句佛号跟其他经教不能比，经教之上，认错了啊，疏忽了，不重视他了。啊，到什么时候才是重视呢？到他自己慢慢去修，慢慢去证，证得地上菩萨，他才恍然大悟，他才重视。啊，那个时候真正升起忏悔心，真正佩服那个老太婆老阿公，真了不起，自己跟他比的时候相形见绌，差太远了。啊，自以为高了不起，老太婆这一招比他高10000倍也不止。啊，人家到西方极乐老早就做佛了，你还在当菩萨，慢慢往上爬。啊，然后回过头来想想，普贤菩萨教我们离经诸佛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老太婆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到极乐世界做佛了，凭什么？啊，凭观经里面所讲的道理，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他念阿弥陀佛，是心就做佛了。你在搞别的东西，你是心还不是做佛了？啊，你要搞华严经51个阶级的时候，那是菩萨了，不是做佛啊，人家比你高啊。啊，事出事法里的搞什么都不如你阿弥陀佛，谁知道？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没听懂。啊，祖师大德，你看看注解里头说些话。能听得懂的人，能照做的人，太少太少了啊。啊，底下一句，受菩提记。啊，这是唐译的，受是富余的意思。
啊，给他了。记是记职之意，啊，这个不念事，念智。啊，也是记的意思。啊，就是预先告诉你，你现在还没达到这个位置，啊，所以底下讲呢，一节玄机之机，啊，预先告诉你，啊，你将来在什么时候成佛，在什么地方成佛，啊，佛的名号是什么，都可以告诉你。佛对发大心之众生，授予当来必定作佛之机，啊，就是预先告诉你，这叫授记啊。啊，谨慎云：甚说当果，这个当是当来，你将来的果，果就是成佛啊，令识因理，这个事是要认识，让你认识你现在在修因的利益啊，因地之理，这念佛的利益了，发心的利益了，发心念佛，你成佛就在眼前，成佛就在今生，往生就是成佛啊！你看弥陀四十八愿啊，第二十愿里头说生到净土的人，无论什么品位，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也是受记啊。啊，这是佛菩萨普遍为一切念佛众生所受之记。啊，你只真心真愿老实念佛，决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做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菩萨？三种不退转的菩萨。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三种不退转的菩萨是谁呢？是十报庄严图里面的化身菩萨，你看，你就到这种地位了，这个地位太高了啊！在十报庄严图最后决定证得妙觉果位。啊，这个时候十八图不见了，长吉光现前了，回归自信了。啊，这经常时时刻刻都给我们手机。下面这几句话是念老的，啊，念老告诉我们：盖言佛为预设当来成佛之果，啊，令行人就是修行人认识当下就是现前，现前我们自己在修因呢，啊，我们信。修这个真信真愿，老实念佛，
这是因呢、啊，因中的利益啊，就是将来的果报。令知现在菩提之因，定得成佛之果，故言受记。啊，经中受菩提记，表于慧大师，君蒙受记，定当作佛。佛指世诸大士，广为众生受记作佛。啊，我们现在在此地念这一段经文，是不是普遍接受如来的受记？是啊，一点都没错啊。啊，现场的大众啊，不在现场，在网络，在电视机面前的同学，只要收看这个频道啊，听到这个经文，你就都得受记了。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听众，大家在一起学习的同参道友，啊，不同维次空间的同修，多，人数不知其数啊！啊，我们在此时此处。啊，都得到无量寿记，诸佛菩萨了，给我们受记作佛。这一回很殊胜呐、啊！啊，这一回跟其他的不一样啊。啊，我们自己一定要直下承当，不要客气啊，不要推脱，要直下承当。下面一段是教为教菩萨做二舍利。阿舍利是印度话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清教寺。啊，跟我们现在大学里面所说的指导教授意思相同。啊，中小学里头，学校很大，学生众多，老师也多。班级不同，我在这个班级直接教我的这个老师，印度人称阿舍利啊，别的班级的老师他不是教我，但是他我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要尊重他啊，他没有教过我啊，阿舍利是教过我的啊，不同的地方在此地啊，特别亲密。这阿舍利一位教授啊，翻译成中国意思是教授，又翻成了规范师啊，他的行持可以做我们的模范啊，轨是轨道，范就是模范啊，是我们做人修学的模范。
来规范真心，让我们的思想言行都不越轨。这个轨就是真，正法了，正道啊。不正呢就是邪。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自信，与性德相应的正，与性德相违背的就邪。这个邪正的标准很多，初学有初学的标准，像我们讲的实性、实住、实心、实回向、实地，每一个层次标准不一样。同一个阶层里面还分，有实性里头，从初性、二性、三性到实性，每一个阶位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标准呢，有浅深，有广狭，不相同。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必须遵守哪一个标准，你才真正能得利益，真正能帮助自己提升，不能劣等，劣等一定造成严重过失。为生死犯者之尊称，阿舍利。生是出家人，在家人也一样称呼，在家人他在讲解佛经，教人学佛，这个在家人也是阿舍利，也称为和尚。所以和尚阿舍利，并不专指出家人，在家人也可以称。这个一定要懂得。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孔德成送给他的题词，落款是血炉大和尚，称他为大和尚。那所以有的人看到奇怪，他出家人怎么称和尚？和尚在家出家都可以称。和尚比阿舍利地位还要高一点。阿舍利是清教寺，和尚也是清教寺，但是和尚是校长，他主持统筹这个教育的，教员是执行他的政策，教育成功失败与教员没关系，校长有关系。他掌握教学政策，所以教育的成功失败关系校长，所以国家奖励是奖这个校长，惩罚也惩罚校长，不会找教员，教员是属于执行的人。所以这个和尚地位最高，在一个寺院里头只有一个和尚，阿舍利可以有好多个，和尚只有一个，主持方丈，丛林主席，所以具备校长身份的这种人
成和尚，啊，只有一个。啊，现在对这些称呼的意义都很模糊啊，都不清楚了。看到剃了光头就成和尚，哪有这种称呼啊？啊，和尚太恭敬了，恭敬过了头啊。啊，那我们一般呢称法师，啊，法师就比如说是先生，啊，学校里老师很多，没有教过我的书的，没有指导过我的，都称法师；指导我的称舍利，称和尚。啊，所以和尚舍利跟自己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没有这种关系不能成的。啊，这个在现在社会上没有人讲，很多人不知道。精进成神灌顶界而已。啊，现在这一部经上称前面的经文升观定界，乃专指真言二舍利。啊，有升观定界，这是密宗的，所以这个意思呢，可以说是专指密宗的二舍利，又称为金刚二舍利。啊，这密宗称呼。啊，乃少成金刚萨陀诸位。金刚萨陀是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在密宗是金刚萨陀，做传法灌顶者的称号。啊，为你灌顶。为你受记，这个人就是你的二舍利，啊，是你的亲教师，啊，你看为教菩萨，啊，菩萨也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觉有情。玄奘大师以后啊，读这个梵法，啊，他是有情众生，但是他觉悟，他不迷惑，啊，所以叫觉有情，啊，觉悟的有情众生，底下一小颗相应。常喜相应无边诸心，成熟菩萨了无边善根。念老注解里头说，相应者，其何之意？如三密相应，与净智相应等，相应是契合。啊，譬如密宗，他讲三密相应，口念咒，手接印。心观想，这叫三密相应。啊，口念咒，手接印，心里想别的东西，也不相应。啊，实在讲呢，一心专注啊，
就是相应。啊，与禁止相应，这是贤教里头的，贤教加禁止相应。禁是外面境界。啊，智是自己般若智慧。啊，智慧对境界，对于境界的真相完全了解，这就相应。啊，我们一般人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相应，为什么？全都看错了，听错了。啊，所以这出了麻烦了，因为不晓得外面事实真相。啊，佛告诉我们了，我们也学过了，但是学了怎么样？用不上，全用不上。啊，《般若经》里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怎么样呢？凡所有相，样样当真。啊，谁把实相看成虚妄啊？这就完全不相应啊。佛经学了，学了不管用啊。啊，不是佛法不管用，是你自己不肯用。啊，你自己肯用的话，你就成佛成菩萨了。你学了不用啊，还用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有改过来啊。啊，这经文里头甚至于自己也讲得津津有味，讲得天花乱坠，可是就是做不到。啊，所以总不如那些阿公阿婆。啊，李老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常跟我说，他说他一生呢总想这个学愚啊，学这些阿公阿婆，这就是学不像啊，这不容易啊。真正要学得像，那就了不起，那什么呢？大智若愚。从哪里看？你看诸佛菩萨，看祖师大德，那个像就是大智若愚啊。近代的一个，你看印光大师，一天到晚拿着念珠，老实念。你问他什么，他都说我不知道，我只知回念佛。我什么能力都没有，每一天只会吃饭，只会念佛。真的是大智若愚。啊，他一切都放下了，心里头没有杂念了。啊，你说他有智慧，他不以为然；你说他有戒定，他不承认。他的实心，他的形象，他的言语里面都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我们会不会看？能不能体会？关键在此地。
啊，要不是真修真干，体会不到。啊，像现在一般人心浮气躁，怎么能看出来？啊，他们用功丝毫隐秘都没有，完全表现在形象上。啊，表现在言语上，你都会听，都会看。啊，宗门大德常常提醒警策学生，你会吗？这个话意思很深的。会吗？钱的意思，你会看吗？你会听吗？身的意思，你体会到了吗？密宗以三密相应为止，啊，知止为主。啊，修学密宗，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三密相应的。啊，可是我们看修密的人，有几个人真的三密相应的？中国藏密最普通的一个咒语，就是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在密宗里面普遍的，真的就像显宗里头人念阿弥陀佛一样，念的最多的 Om Mani Padme Hum， 真念的人很多啊。你到西藏到处看到都是 Om Mani Padme Hum， 念的人多，他相不相应？啊，口念这一咒，心里要观想啊。那观想不懂得这个咒的意思，你怎么想法？啊，我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也是传这个咒语给我，啊，教给我。他念是西藏的音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什么意思呢？ Om 是神，Mani 是莲花，我们经上有摩尼莲花，拜的面是保持，哄是意，啊，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来，身、莲花、保持、意，啊，这是印度的文法，西藏文是从印度变化出来的。那中国的文法的时候就不会这样的，中国人一定是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哎，就这个意思。所以你心里念这个咒，心里要想，哎，我的身心呢要像莲花一样，莲花说出污泥而不染，清净呢，啊，污泥代表六道轮回。啊，不然六道。啊，污泥上面是清水，水代表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花开在水上面，染净都不染，表这个意思啊。
清净啊，六凡四圣，用净土来讲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四圣啊。凡圣同居土是秽土，方便有余土是净土。谁住啊？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住了你啊，这两边都不然，他超越了，超越十法界，他到一真法界去了啊，莲花开在一真法界。念这个咒子要观想这个，在手接印呢，那叫三密相应嘛。啊，那不相应不行了，你念就白念了。啊，相应真的利益。啊，你看，威令众生，身口意三业，顿其如来三明。啊，这一句六字大明咒也把这个讲清楚了，立刻就能其如如来三明。啊，故即身成佛，这故密宗也称相应宗。啊，讲求的就是三密相应。此四句于前深观顶戒两句，深表净啊迷净不二之旨，表慧中诸大师为弘密乘，乃教导诸菩萨成为金刚阿舍利，故本身呢恒常修习无量无边相应之心。啊，这说明念佛跟密宗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在修行的方法，净土宗容易，密宗难。啊，净宗的效果，实在讲超过密宗，因为他那个一心称念里头，这方法全包括了。一心能不相应吗？啊，一心跟一切法全相应，因为一切法不出一心。成熟菩萨无边善根，啊，善根者，身口意三业之善，啊，身。不杀不盗不邪心，口不妄语不念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三业之善就是十善业，故不可怕，故是坚固啊，决定不动摇。不但身不犯呢，念头都不犯。啊，念念之中没有失误，行行之中没有失误。啊，言语行为啊，远离失误。啊。这叫善，故不可怕，这叫根。
又善，能生妙苦，出生于善，故为之根。无量无边无尽的善法，都是从这个十个善根生的。而这个善根里面的人，是以不贪不嗔不痴为三善根。只要异地里头断了贪嗔痴了，心口没有不善的。意里头不清净，身口才有不善的行为。下面一段，佛护。这是当下的利益了，你真修行，一切诸佛了都护念你，无量诸佛咸恭护念，十方三世一切菩萨都护念，我们希不希望得到？希望你的真感。所以修行这一部经足够了，这一部经圆满了，这一部经总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经义都在这一部经里头。这部经里有大乘，有小乘，有显教，有密教，有宗门，有教下，乃至于世间一切善法。世间一切宗教全都包括在其中。你学这一样全学到了，而这一样修学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真的是无与伦比，没得比。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护念者，保护意念也。这一个修行人，真干的人，十方诸佛保护你，你不会遇到灾难，你烦恼深，业障重，因为佛菩萨保佑你，你的冤亲债主不敢惹你。谭旭老法师晚年住在香港，他在夫妻当中有一篇开示，念佛论，我们从这篇开示把它写成文字，印成一个小册子，
里面告诉我们一桩事实，算是他的师兄弟，地仙老和尚的徒弟。啊，谭老是地仙老和尚的学生。啊，也是传法的学生，叫法子。啊，他讲一个参禅的师兄弟，讲一个念佛的师兄弟，因为都是地仙老和尚的学生。啊，参禅的人也很难得。啊，没出家的时候他有家眷，就他结过婚，有一个女儿，以后坚持出家，他太太反对。啊，他出家了，他太太自杀了。啊，投河自尽了，被水淹死了。啊，他出家之后修行很用功，他参禅。啊，修行功夫很不错。啊，在禅堂里面是个轻重啊。啊，慢慢的被和尚，就是寺庙的方丈主主持，提升到首座，这地位可就高了。啊，首座像大学里教务长啊，啊，从学生当中一直提升起来，提升到首座的地位。啊，这个在现在人讲的这个道场的二把手了，地位很高了，所以地位也高，拥护称赞的人也多，有权有势力，人往往就开始堕落了。啊，他也没有例外，傲慢心生起来了。啊，皈依的人多了，供养多了，啊，他的麻烦就来了。啊，怎么不正常呢？首座和尚，这地位很高了，难得了。啊，有一天，因为他那个金山寺在长江里面，是个小岛，四面都是水，他去跳江去了，自杀了，被人救起来了。过了没多久的，他又跳江。搞了三次，这寺庙的老和尚是不行啊，首座和尚这个寻死投水自杀，这个对于佛法影响很大，你叫人怎么能相信啊？你不是普通和尚啊，那修行真不错，怎么像老是想寻死啊？啊，所以老和尚就通知地仙法师，因为他地仙法师是徒弟嘛，请地仙法师把他带回去，离开
真教师。啊，地贤老法师住在关中寺，在浙江宁波那边。啊，就把他带回去，带回去不错，一路上相安无事，他们也是坐船。啊，从长江，啊，然后从东海，啊，完全走水路，到浙江宁波，啊，相安无事，很正常。啊，在关中寺，因为他做过首座和尚，这个在佛门是有地位、有身份的，所以他不住在大众啊。这个疗房特别给一间疗房给他，这对他尊重啊，他有一间疗房啊，也过时间不长啊，发现什么早晨吃饭的时候他没来，老和尚奇怪了，怎么这么这个时候还没起床吗？叫人去看看，房门关着的，叫也叫不应，啊，大概出了事情，啊，叫人去把这个门呢拨开，推进去之后，里头没有人，窗户开的，报告老和尚，老和尚想不对，大概从窗户上跑出去了，可能又去寻死去了。啊，赶快到寺庙外面的时候，有个小河，那小河也有小船，啊，去找，啊，结果大家出去真找到他已经死了，啊，找走了一里多路，看到那个尸首漂在河边上，带回来了。老和尚说：“这怎么回事情？”啊，好吧，就给他念念经，啊，做个佛事，把他安葬下来了。啊，正在这个时候，他那个女儿，唯一这个女儿来了，哭哭啼啼，来找老和尚。老和尚，哎，你来的正好。什么事情啊？他说，昨天晚上梦到他爸爸妈妈，告诉他。他今天上任，他老是上什么任啊？他说：“爸爸做土地公，妈妈是土地婆婆。”哦，老和尚马上就想到了，就想到了，这么多年来，就是他的太太啊，他太太跳水死的，所以就老是要他跳水啊。真的他也是最后也是跳水死的。你看这样因缘果报啊。为什么以前他很正常呢？以前他很用功，有护法神保护。这个灵鬼的时候没有办法靠近。等他做了首座和尚啊，有傲慢的习气现前了。护法神离开了，他死去这个太太就贴到他身上，有时候他就不正常了，啊，才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啊，老和尚一想，他那个庙里头正好，旁边盖了一个新的土地庙，大概就是这，就是这个土地庙。好，我们的佛寺就到土地庙去做。啊，这个土地公土地婆嘛，就是他们两个人嘛。啊，老和尚做法事佛事的时候说，你要是真的是你，你就显一点灵给我们看。啊，告诉我们是真的啊，土地公土地婆真的是你们两个人。哎，确实就有个奇怪的现象发生。做佛事这个供桌前面呢，又忽然有个旋风，这个旋风
很久就在那里转。哦，老和尚点点头，嗯，我知道了。这漩涡就没有了，不是假的呀。啊，谭旭老法师不会说假话了。啊，把这一段的故事讲给我，告诉我。啊，说明什么？参禅，功夫很得力，到了自己，啊，地位高了，名誉出去了，啊，有了名誉了，啊，有了供养了，有很多人尊敬你了，道心就没有了。你的冤亲债主就很容易找到你身上来。啊，你看出家修行修了一辈子，当土地公去了，啊，鬼神里面的小神，不是大神，啊，好像我们现在是村长里长，啊，城隍是县市长啊，啊，在鬼里面这么个小的地位，啊，另外一个念佛的同学就锅炉匠，啊，你看那个念佛的人。什么都不懂，成就比他殊胜了，不能比啊。那个念佛的真是个老实人了，啊，欲知实知，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给他办后事。这两个人一比，一个参禅的，一个念佛的，结果悬殊就太大了。念佛真的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个参禅的搞了一辈子去当土地公。啊，老法师常常用这两个人做比喻，劝人死心塌地去念佛，真有好处。啊，所以真正念佛人，有十方诸佛护念你，保护你，意念你。意念是心里常常挂念着你，可能吗？可能。为什么可能？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个信息就像望经还原观上所说的，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当然知道啊！啊，所以他真的护念呢，不是假的护念。我们的心不相应，不入法，堕落了，他也知道。啊，叹息而已啊！啊，昨天我听几个同学告诉我，啊，在他们家乡有些小朋友，四五岁的，啊，还有天眼，他们常常看到空中有佛菩萨，他们认识观音菩萨，别的佛菩萨不认识。看到佛菩萨常常流眼泪，这不是骗人的，
啊，7、8岁以上的小朋友就看不见了。啊，4、5岁的小朋友，心地清净，还没有什么妄念，他能看见。诸佛菩萨在流眼泪，不是好事。是不是应验这个世间的灾难？严重灾难。啊，2012，这是灾难年，全世界人都知道，就在眼前了。我们如何应对？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灾难就是现前，也不要害怕。灾难我们找个没有灾难点就躲避，找不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啊，最安全的是极乐世界。要真发心呐、啊，要真干呐、啊，啊，不能当儿戏，好好抓紧这一年。现在刚刚好是一年的时间，啊，一定要把这个佛念好。啊，决定可以往生净土，我们的心就安了，就定了。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的理论方法，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那么多人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一点都不假。啊，我们这在一生当中，我们看到念佛人往生，啊，看到念佛人所得的感应，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是假的，要真心、真愿、真感。啊，佛菩萨真的无量诸佛咸恭护念，一点都不假。会数学，护为佛护，念为纪念。啊，佛护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保佑啊。他保佑你，他纪念你，我们念他，他也念我们。净言疏曰：“护是利我，念呢令增善。”啊，故知这两句。啊，重赞慧中诸大师，尊修普贤之德。啊，这一句话尤其要记牢。啊，在本经列在第二品的，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尊修普贤之德，也就是认真的落实十大愿望。啊，我们要做到，努力去做到。啊，十大愿望第一个就是修真诚恭敬。
啊，真诚恭敬心对一切众生。啊，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对人要恭敬，啊，对畜生要恭敬，对树木花草要恭敬，对山河大地要恭敬，啊，对鬼神也要恭敬，那他也是众生。啊，唯一真诚恭敬心对待一切，这第一愿落实了。啊，第二愿称赞如来，无论什么众生，他做了一点点善事，我们都应当称赞。他做的恶事，绝不提他。啊，绝口不提，也不要放在心上。啊，为什么呢？我这个心呢，要积善，要累积善根。一切人的善可以放在心上，一切人的不善绝不放心上。啊，引恶扬善呐！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的，教初学就这个方法。啊，所以称赞用如来，如来是先的心得。啊，这个人心性与孝悌忠信相应，叫赞叹；与礼义廉耻相应，我们要赞叹；与仁爱和平相应，与三规十善相应，与五戒沙弥律仪相应，这值得赞叹。啊，相违背的不提。这叫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啊，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法供养，要会修啊！啊，现在我们知道了，一切经里面这一部经是代表。释迦佛究竟圆满的大法，这个经重要了啊。那么这个经我们多引、多诵、多结缘，法布施啊，印经要花钱呢、啊，财布施啊。让这些有缘的人读到经本，他觉悟了，他明白了。啊，他知道应对这个灾难的道理跟方法，这叫无微不至。你看，一样，三种布施统统具足。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印这个经典，分量越多越好。啊，中国有13亿人，我们能不能印13亿套？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套。啊，我们做光碟。
啊，还可以做随身听。啊，我前几天看到一个同学拿了一个随身听给我看，啊，只有声音没有色相。啊，内容是什么呢？上一次讲的《无量寿经》演绎，1200个小时浓缩在小小的一个小机器上，可以装在口袋里头。1200个小时圆满的，真难得了。这个东西好啊，啊，听经，啊，印出来的经本是人家去看，这个东西让人家听，好事情，越多越好，啊，尽量利用现在这个科学的工具，帮助大家读经，帮助大家听经，帮助大家念佛。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啊，利益不可思议。经营书曰：“护实利物，念呢令增善。”这两句好啊。啊，菩萨保佑我们，我们离开一切不善，啊，冤亲债主不会来找你，有护法神保佑，我们现在是有诸佛保佑，啊，佛常常念我们呢，那增长我们的善根，增长我们的福慧，啊，让我们认真去学习普贤菩萨誓愿，落实普贤誓愿，这是极乐世界大家都共修的。啊，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啊，使于菩萨无边善根皆得成熟，啊，故无量诸佛呢悉皆护念。啊，我们要帮助别人，帮助他种善根，帮助他的善根成长，啊，我们才能够获得诸佛护念。再看下面第二段，文殊智德，啊，这个里头分两科，第一事相无德，又分三小科。这第一段是诸佛刹中皆能实现。上一段文继续演说转法轮的第七项，本品名得增普贤，正表经中普贤位列上首之一，啊，故佛当表现文殊，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实行，啊，我们讲真感呢，普贤是代表真感，文殊菩萨代表是真的明白了，明白之后的真感。
啊，该本经为原教，从古其因，故先普贤，而次文殊。普贤表行，文殊表智，无智则不能起行。所以这个地方啊，表贤文殊，如《无量寿经起行论》曰，这彭济清居士说的，不度文殊智海，难入普贤行门。啊，这些话都非常重要。啊，为什么普贤十愿？在佛门，没有一个人不念，为什么呢？他列入朝暮口诵里面去了。所以人人都念了，都很熟啊，问起来没有人不知道啊。啊，但是怎么样，没有人去做。念是念的，没人能行啊。啊，这什么原因？没有文殊的智慧。所以普贤行就不能落实。道理在此地。啊，我们接下去看。一，不能了知自性，一念圆等，平等正性，凡身共有，一即无差了。啊，这个就是智文殊智慧。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落实普贤的十愿？因为我们不能了知自性。真的，我们迷了自性啊，自性一念等于，我们的自性是一念迷惑，不是正缘的，一念迷惑。啊，平等正性失掉了，哪来的平等正性啊？我总比别人高兴，别人总不如我，这是傲慢。啊，傲慢这个念头，这个烦恼与生俱来。世出世间圣人都知道，没有一个人没有，人都有傲慢。啊，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就更清楚，为什么？经上讲得太清楚。啊，傲慢从哪来的？摩那识里头的。啊，摩那组成就是四大烦恼，组合成为摩那识。摩那识是什么呢？摩那识就是我们一般讲灵魂呐。啊，灵是恭维它，实际上它不灵。应该叫他迷魂，那完全正确。那他出不了六道轮回，他的活动范围就是六道之内，出不去。他要觉悟了，他就出去了。那出去之后，活动的范围就大了。
那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他还是没有彻底觉悟，所以他出不了十法界。啊，真正彻底觉悟了，要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转八识成四智，他就成佛了。啊，他住到一真法界，住到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不一样了。啊，平等性就现前了。你看，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平等正心是四智菩提的一种，他从因上转，确实先从莫那转，这个一转就无我了，我执就破了，不再有我的这个念头了。啊，我的念头没有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这个念头连根都拔掉了。啊，转世成智从哪里转？从第七转起，第七转了转第六，第六是不分别了，啊。第七是执着，啊，这个里头有四大烦恼，头一个是我见，第二个是我爱，我爱是贪呐、啊，第三个是我慢，我慢就是嗔恚，第四个是我痴，就是愚痴，你看看，我跟着我来的。贪嗔痴，我爱是贪，这四大烦恼，根就是我见，以为有根我。要知道，菩萨没有我啊，我没有了，人也没有。金刚经上讲，四相破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破了，四相破了，真的菩萨不是假的。啊，什么地位呢？告诉诸位同学，实性位置的初性位菩萨，四相就破了。思想刚刚开始破，是初心位的菩萨。啊，到第七心也是破思想，破思想的功夫深了、啊，深浅不一样啊，他证阿罗汉果。啊，一直到第十心。啊，到第十心，你我执的习气都断掉了。啊，阿罗汉虽然我执断了，习气没断。啊，七心位啊，八心位断习气了。啊，九性位就开始转第六意识了，不分别了。啊，但是他有分别的习气，
啊，分别习气没有了，他又上升了，他是十法界里面的佛了。啊，这个佛不是真佛。天台大师称他为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佛。为什么？他还是阿赖耶没转过来啊，所以就不是真的。阿赖耶是妄心，他还是用的妄心，必须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这就彻底转八识成四智了。真的成佛了啊，真成佛不住在十法界了，十法界不见了，十法界是一场梦啊，醒过来了啊，醒过来到哪里去了？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都去了啊，那叫真佛。天台大师称为分真即佛啊，是真佛，没有圆满。为什么没有圆满？他有无始无明习气，习气断掉了，他就成妙觉了啊，妙觉十宝图也不见了。真的金刚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宝图有相啊，无始无明习气断尽了，十宝图没有了，相没有了啊。什么境界出现呢？常寂光出现了，常寂光就是自信，圆满的回归自信，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叫妙觉如来啊。这是佛法学习修行的终极的目标啊，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慧能大师坚信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自信清净，不生不灭，如如不动，能生万法啊。变法界虚空界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自信能生能现，万法所生所现这是佛家的大圆满啊。我们学佛最后就是要得这个境界啊，哪一个法门直通这个境界呢？给注释，就是西方净土直通这个境界。你到极乐世界，就等于跟常寂光相应。虽然没有证他，在他隔壁。无始无明习气断尽，障碍就没有了，你就契入了啊，就真的常寂光了好啊，非常非常好啊，真难得了啊。我们这一生有这么一个缘分机缘，无比殊胜的缘分，不能错过啊！所以说，以不能了知自性。
因缘圆等呢，平等正信，凡圣共有。这个一定要相信，佛有的我们都有，一即无差了，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承认。啊，现在呢是一不了故，啊，现在我们不明了啊，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所有愿行呢，悉不去除。啊，我们所有的愿望，所有的行为，不具足心得。为什么呢？迷失了。啊，不具足心得了，反而跟心得相违背，那就灾难现前了。啊，心得是什么？讲的最浅的，讲的最白的，就是三归五戒十善，往上提升这六度十愿的心得。啊，那我们这些东西都做不到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相违背啊，跟三规相违背啊！三规觉而不迷，我们是迷而不觉；三规是正而不邪，我们今天是邪而不正。啊，皈依僧是静而不染，我们今天是染而不静，所以与三皈完全相违背。啊，与无戒相违背，不杀没做到啊，蚊虫蚂蚁这小动物还是杀，有意无意的。啊，不杀没做到啊！啊，不盗也没做到啊！心里都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占便宜的心，那个占便宜的念头就是盗心呐、啊！啊，不邪行、不妄语都做不到。这就是所有愿心悉不去除啊！菩萨的六度、普贤的十愿都没做到，何以故？心外起修，即成有漏。我们今天就与这两句相应，我们是心外起修，所以全是有漏。有漏就是带着烦恼，带着习气啊，无漏是没有烦恼，没习气，这叫无漏。以无边功德不外自性，随顺真如修一切法，怎能具足无边功德啊？我们没有办法随顺的 啊，真如什么？就真心。真如就是实相啊，诸法实相。真如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跟他不相应的，跟他相违背啊，经文念的是很熟啊，生活上用不上，还是造罪业啊，起心动念有意无意，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啊，完全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几句话很重要啊。无边功德，诸佛如来，无量无边，无数无尽的功德，不外自心，我们自己心里头全去做啊！只要能随顺真如，啊，随顺真如，现在人讲真理。啊，什么是真理？讲的人都很模糊，大乘经上讲的清楚，就是清净心呢。啊，再明白一点，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是随顺真如修一切法。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想，我们口念身现，总不离开阿弥陀佛，这才叫一心转念呢。啊，妨不妨害我们工作？不妨害，一点都不妨害。工作是事，念佛也是事，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是一样做，做得更好。为什么呢？你大公无私，你怎么会做不好呢？做不好是你有私心，你没有私心。啊，你心里的只有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啊，阿弥陀佛加持你，样样事情做得好。啊，而且对你修行的时候，那就是修行。啊。所以放得下提得起，工作是你提得起，放得下提得起是平等的，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啊。原来提起就是放下，原来放下就是提起，哎，你不要把它分成两段，分成两段你就错了。啊，是一不是二啊，这真功夫啊。啊，所以具足无边功德。是故从诸佛刹中见能示现以下，表现文殊智德。啊，例如辟善还思，现众意象，于彼象中实无可得，啊，等等这些经文，具表从文殊妙智圆满普贤圣贤。普贤贤，文殊智是一，不是二。智就是什么？不着相，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坐
是普贤，无作是文殊，文殊啊，智行是一桩事情，有智才有行，有行才显出智，没有行智显不出来啊，智就是不着相啊，了解一切法不可得，虽不可得要非常认真去做啊，为什么？引导初学，引导那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啊，所以做得很逼真啊，他真能帮助人觉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